嗨，各位，我又回来了。前两天我看视频说有人想看我吃一顿汉堡，那么今天他来呀，当然汉堡还不跟我吃啊，所以我又点了点炸鸡。我真的很饿，现在已经快下午2点了。哇，就没得特别喜欢吃芝士的，我就很喜欢吃芝士。穿上。自制马苏里拉芝士汉堡。鸡排、芝士、鸡排、生菜、汉堡饼，咋子会有这么绝配的东西？太搭呀！